看这一波四个小姐妹都没带男的来，出来格兰岛了。哎呀，越南的朋友你们好，蒙盖吧。哎呀，去海岛了。你看我给安排的都是 VIP 啊，四个人一条船，一日游，格兰岛一日游。哎，好凉快。你看我安排这些 VIP 便宜又实惠，还不贵。船开到一半，小哥来电话了，在接电话，噪音太大听不见。这边是希尔顿酒店啊，现在在这个海里，在看希尔顿酒店。哎呀，我这个一日游的套餐也太爽了吧！自由行一日游，哎呀，这老哥，你可以湿的，也可以不湿。湿的就是，反正我特别恐高，我不太敢玩这个。哎呀，拽走了，拽走了。哎呀，这先湿一下，湿不湿？这老哥是选的湿的套餐，湿套餐。哎呀。哎呀，这老哥也是湿套餐，他马上要落水了，湿不湿？你要不湿，他就直接给你送回来。你看，他给你送回来，哎，哪儿去了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好高啊！他给你送回来，直接降落在这儿。哎，他好，还开心呀。阿迪丽松 ，Hello。哎呀，这老哥是不吃套餐。哎呀，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要走了。我在那儿呢，那儿呢。No dry 啊 ，No swimming。每人写了一个号，太吓人了。啊，在这儿录像，在里边不能录像。哎呀，在这儿录像，尖叫声都听不见呀。他也是不吃套餐。哎呀，这个怎么走？好 ，VIP customer， 不用等。哎呀，反正我是看见他跟这个那什么拉上手了。哎呀，这 VIP 有点快呀，人家还有心理准备一下，我们连准备都没有。说什么呢也听不懂。哎呀，这么快。然后你 go first， I take video for you。 哎呀，要飞了。刚才那老大爷差点没掉海里，这几个人在这摁着。哇，这么快，这么快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家伙，呵呵，他肯定很难忘，又看人妖又看那什么的，我就带他去阿勾勾了。哎呀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吓尿了吧。哎呀，这服务真好，四个女的给脱衣服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
哎呀，来了。Hello。嘿嘿嘿。怎么样啊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好玩呐！好玩呐！啊，印度的朋友，这是潜水，戴个大头套子，跟海绵宝宝里边那小松鼠一样。那骑摩托艇，坐香蕉船。我还说呢，你说那个人为了保护他，他就那样吊着，然后哎，你看那个，哎呦，我操，真是吊！哦，我还以为他会掉下来，他爬到，喷露着他了，哎呀哎呀呀呀！你看这么多鱼，海水还挺清的，那边更清。那边啊啊，对对对，来，哎，刚在这儿吃完饭啊，吃完饭在这儿看看这几个老外在这儿踢球呢。哎呀，踢球的，你们来自世界各地老铁们，你们在干嘛？有在这儿踢球的，有在这儿游泳的，哎呀，这还有打排球的，这排球打的，哎，你们就爱看这个。那还是看看排球。海水好清啊，这俩人在这游泳啊，这个是在这照相呢。这个是热的冒油了都，哎，这俩人这是在这干嘛的呢？然后在这卧着呢，连躺带卧着呢。哎呀，泰国养老生活，溜达溜达吧，估计就是这个拍不成一集，哎，给你们凑一集啊，哎呀，反正我感觉你们每一个来泰国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来，高高兴兴的回去，过来享受一下这里的阳光沙滩比基尼，看这海水多清啊，
这沙滩。哎，不，要不他人在这照相呢，这水。还有在天上飞的，全是老外。你如果跟团的话，他会带你去那边，但是我们溜达溜达，来到了这儿。之前我还拍过好几集这个格兰岛啊，拍好几集格兰岛，我们在那边坐着船，然后骑个摩托，可以到这个山顶上去。看了吗？山顶上有大佛，在山上看。在水里看，在这玩水。这个岛上有几家酒店，我们经常住，还行啊。都躺着睡着了。看一个高尔夫球车。去山坡上溜达溜达。这本来要骑摩托，摩托有点危险嘛，这个最安全了，能坐下四个人。开到山坡上来了，看看，哎呀，从那上边看看下边的大海。多少船，多少游客，下边这个一小堆一小堆的，全都是在这都坐满了。憋了好几年了，这些人，世界各地的老铁们。这边的船，这是专门停船的，这是专门游泳的，现在游的还没那么多。然后那是玩香蕉船的，在前边那是也是游泳的。漂亮啊！看在这个岛上能看见巴提亚前面的楼。小岛生活。来自南太西拉的Local是吧？不用。这里比方我们看吗？是吧？不能。哦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也是一个旅游景点。另外一个山的对面，人家这狗刚洗完澡。好开心呀！来这儿看过，啥也没有啊，看一眼就回去。太陡了，行了，转绕着岛转了一圈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好了吗？这几个老外在这儿清理垃圾呢，干净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老外在这儿，哎呀，捡垃圾。你看这个国家以旅游资源靠这个赚钱啊，然后人家就特别爱护他们自己的环境。看泰国人干活。真是服了气了，后来给装个洗衣机，这个都是我自己拧上的，真是在北京天天的当爷爷一样，过来当孙子。你看看这个里维拉的夜景吧，还挺好。哎呀，这月亮，这国外的月亮也没比中国圆啊。